工作压轴。天子家。身上专属的陌生味道，是我确认你存在的目标。不用来回张望了，知道竟是我们相隔着一个街角。这么久了，我还是可以看到、感觉得到你对我的重要。不会被天黑天亮打扰，你每一次的温柔，我都想炫耀。我们绕了这么一圈才遇到，我比谁都更明白你的重要。这么久了我就决定了你的手我握了不会放掉。我们绕了这么一圈才遇到，我答应自己不再庸人自扰。因为我要的我自己知道，只要你的肩膀